哟呵，大家好，这里是感冒的甜食幽灵。那，鼻音应该很重，不好意思。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款游戏叫做《心诺爱丽丝》，可以翻译为《死亡爱丽丝》或者是《罪之爱丽丝》。它是由 Poké Labo 跟 Square Enix 共同开发的手机游戏。游戏呢是以监禁的图书馆为舞台，来讲述众多有着黑暗面美少女的冒险故事。它是在日本时间2017年6月6日推出的，那目前好像还没有中文版的样子，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也是刚玩没多久，然后现在这个是我在玩白雪公主的关卡的第二章第十节，因为我在刷这一个，终于掉了这个 Nightmare 初心者就是新手的一些快速的任务。那你做这个会比较推荐要完成这个，因为它的奖励还蛮丰盛的，而且送很多宝石。你看我还没玩多久，就已经1000多个了，但其实是有更多的。它一开始会送你，怎么说呢？一开始的游戏开头并不是很讨喜，甚至有一点黑暗的感觉，但是还蛮可爱的，意外的。那我之前有多少个啊？已经有花掉了1500个石头了，因为把这个初心者像的这个扭蛋全部都抽光光了。那这样子，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以此类推，那就是会到最后就是给你这些角色，还蛮佛心的啦。它的作画还蛮精致。等一下，为什么发现？等一下，不好意思，我的那个有点跑掉。好，这样子，这个才是。哦，我现在你们看到上面是我现在用的这个电脑用的手机模拟器，因为我的手机没有位置可以装。这边是我目前有的美少女们，那这个是我的手抽，我有的 SS 的武器。我目前我个人是比较偏向用物理攻击的啦，因为比较多嘛 SS 级的，而且很多。魔法的话也，因为我还没有办法判断说到底是魔法哪一些到底是攻击的还是辅助用的。这一个是送的，他说的事前登录，但他说的事前登录奖励，但其实不管有没有事前登录，好像都可以拿到奖励的样子，所以还蛮不错的。不知道用这个模拟器玩的话还会不会 lag？应该期望是可以比手机还要更好啦。一个个来看吧。这边是我目前有的角色，这个是手抽的人鱼姬，还没有升它下面的技能。然后这个是一开始可以选的四个职业里面选的白雪公主，但其实网络上面的攻略他们是比较推荐用小红帽的，因为它的那个就共通的技能这边它加的比较好。一般是推小红帽队，但我还是选了白雪公主，因为她看起来很漂亮、很华丽。然后，因为其实这些角色都会获得的，你在玩一般的剧情任务的时候，都会有机会可以入手的，所以我觉得一开始还是选自己喜欢的最好。这个是伊巴拉希美，就是睡美人公主。睡美人公主意外的是个平乳呢，哼。那这一个就是用魔法，它这边有分得意武器跟可以装备的武器。得意武器的话，我是会有 buff 的样子。这个是送的，to be，现在在活动中，到7月底还是8月初的样子。有兴趣的话可以下载来玩玩哦。然后这个是主角爱丽丝，然后这个是我用新手初心者向的扭蛋转了到 step three 给的泳装，应该是泳装吧。还蛮性感的，这个也是初心者向的最后 Step Three 的泳装的伊巴拉希美睡美人公主，我稍微加一点，因为它会有就是物理攻击加100，共通的，就是大家都可以用。那这个就是普通的爱丽丝，我们的主人公，也是这个游戏的名字的主人公。那这个是 Gretel 或糖果屋的妹妹。这个是辉夜姬 Kaguya Hime，它是一样是初心者向的扭蛋抽到的，就最后 Step Three 的时候可以直接送你的。它也是一个蛮强的，所以我有把它的 level 升到满了。
那还有就是加物理啊，加哎、欸，它还可以升到哦，要再突破就可以。突破的话，好像要同样的角色才可以的样子，所以我才刚玩嘛，还不太确定。如果你们知道一些小 paper 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那总之就尽快来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25这个比较快到期，所以我想要抽这个 Library Summer Collection。那我现在有1419个，有一点想要存到1500，这样的话就可以，50连抽。刚数学突然转不过来。哦，好吧，那我们打一下怪好了，因为我想要一次连续的抽50抽。这个是一般冲动片 normal 的，就是故事。那这边有这个小人物头像的，就代表可以破完那一关之后，甚至是第一关就可以拿到的角色，所以其实还蛮不错的。像那这边我们可以试看看拿刚刚说的很不错的小红帽。那你看，像这个它就是一开始通关的话就会送的。那我们如果用那一个角色对应，用相对应的美少女配上她的故事的话，会有效果加 buff 的。会有加 buff 的效果，我是不是把话讲反了？那我现在的战斗值是25000，还蛮普通的啦。赤ずきんは知覚する。血の匂い、暴力の音、苦痛の叫び。これ大好き。もっと血を、もっと傷を、もっと悲鳴を。ちょうだい、ちょうだい、ちょうだい、ちょうだい。そのために作者の力が必要ならば、蘇らせて、また殺そう。是的，有点像是崩掉的感觉，意外的蛮喜欢的。这种黑化的童话故事。那这边里面的女主角们，她们都好像是为了要，她们好像是说，她们其实，在她们的，我是不是讲太多话？其实，在她们的现实层面上，好像并不是如同我们所得知的童话故事般那样的美好。那她们都会想要说，为了可以找到作者，来可能继续编写他们的故事，让他们有更好的未来之类的，而努力的奋斗着，大概是这种感觉。那这个是我，他其他那些会是其他的玩家或者是 NPC。NPC 的话，虽然说是，虽然说是 NPC CPU， 但就是电脑控制，他会就是把一些你不认识的人放进来，然后会问你说要不要加好友之类的那种感觉。哦，对，这样子就拿到了我们的 Akatsuki 小红帽。那这边这样子是不是多送一颗？对，那这一个就是 Nightmare。或者是召唤兽。那虽然说你在装备的时候可以放入五只召唤兽，但一场战斗里面只能使用一只啊。总之我们待会见。我要放入一个小插曲，我的装备有一个可以进化了，这个睡眠的大剑，它是睡美人的专属武器。然后我达到了它所需要的这些素材，我们就来进化吧。进化，哦，变 L 是 legendary 的意思吗？发生，哒啦，79等了，好强的感觉。那我现在战斗力到底是多少呢？26000，多1000而已哦，怎么会那么少呢？27000，好吧，真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少一点，不过没好了，小插曲结束，我们要回去继续努力的赚宝石，啵啵。
大家好，我回来了。然后我现在有了1568个魔晶石，我们可以来抽 Summer Library 的 Summer Collection 了。好，来抽。是的。那这个游戏很特别的是，当你在转蛋的时候呢，如果你拉的这个绳子断掉，或者是它的白色的人偶对黑色的人偶做出一些暴力的行为的话，就是 SS 以上的。那我们就看一下这次会不会让你们看到吧。啊，断掉了！啊，哦，几本？一二三四五，五本书，五本亮晶晶的。来，啊！我本来想说，如果抽不到的话要怎么办？哦，抽到了，抽到了，抽到了，嘿呦嘿呦，抽到了！现在我们有中间的白雪公主的版本，那我们要再继续抽吗？因为有一种一旦抽到就想要换的感觉，而且我有点想要抽尼尔的那一个，我有点怕之后怎么说呢？因为一开始来说，宝石都是很容易拿到的嘛，但是玩到后面之后就会越来越艰难了，因为毕竟等级提升了，那难度游戏难度也变高了嘛。嗯，怎么办呢？那再抽一次，因为我想要，我觉得 Gretel 的这个短剑，这个剑我还蛮喜欢它的造型的，所以我们再抽一次。我想要让你们看到白色的人偶对那一只黑色人偶暴打的情况，拜托打下去吧，点它，再打它吗？有，像这样子。他不，有时候不只会用脚踢，或者是会用手推，而且甚至是他会不让你看，然后就是突然黑掉，然后你会看到白色一直就是连打黑色那一只，还蛮有趣的。哦，真女的席帐跟，哦，特别的案子 get しました。怎么办？我还想要第三个，可是有一种事不过三的感觉。哎，为什么不让我点了？想要这个近战的。好，我们再抽一次。我想让你们看到他有白色那只，有另外就是其他的方法，例如说大推他一把，或者是就像我刚刚说的黑箱作业的那个暴打的施虐的情况，有没有？这次有没有呢？哦，这次还蛮多书的。对，哦，他没有要踢他了。可是这一次的亮亮的书还蛮多的，看一下有谁。果然没有这么简单就可以三连发中了。剩600个，怎么办？我应该要感到知足而换其他的抽了吗？还是再抽？哎，这个物工很强哎，1000多。我看一下前面的两个多少，也是1000多。没关系，我们就是来50连抽，说好了就是要继续的做下去。拜托，白色的暴打黑色那一只吧。感觉玩了这一款游戏的人们都会变得比较啊，只有一分啊，这样子，然后就会掉新的一本下来。哦，看一下，跟
哦，两个竖琴，不是我，我没有在用竖琴啊。我想要推他。感觉我刚刚讲话讲到一半，我想玩了这个游戏的人们都会开始期望，就是比较会有白色的会对黑色做出施虐的情况。哦，断掉了！哦 ，lucky。这一只好幸运哦！来。重复的没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那个突破，那个突破了。哦，这好帅啊！好，以上就是我们的50连抽。那啊，这个就是我的 ID。好啦，那么。总之拖得有点长，不好意思。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死亡爱丽丝的抽抽乐环节。那如果有任何的意见，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喜欢的话可以按赞订阅，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按赞。好啦，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见，大家拜拜。